好久没有吃方便面了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时间长了不吃就想吃啊。这个大肘子贵了，哇，泡着面吃啊，这一个肘子没有多少，写是二斤多，哇，这个皮。哇，哇，再来尾，把这皮放在面里泡一泡啊。
哇，还有一个羊蹄啊，泡一泡，有点冷了啊，哇，羊蹄更好吃啊。哇，太爽了。这里面，拜拜。